好，这里是电影玄机，我们来看这个女主面相的案例啊。女主面骨厚重圆润呢、啊，但是呢，五官还是见棱角见方啊，是典型的圆中带方之人啊。外圆内方的人呢，虚荣心比较强，要面子，而且呢，这个对待外人是温和有礼，对待自身的要求比较严苛啊，是一个向内而行的人呢、啊，本身脸型也偏木啊，所以说个性稍显敏感，而且呢，这个容易多思啊。这个思想负担比较重，加上这个法令纹深长的人呢，这个刚才讲的思想负担重啊，但是这个做事呢还是有一些谋略和心机的啊。这个法令纹长的人呢，一般通常的领导力不错，颇具威严和气场，但是呢亲和力稍弱一些啊。这个法令纹长的人思想负担重，在姻缘感情当中呢也会见一些动荡和坎坷。我们可以看到，从眉眼来看啊，眉眼呢，这个眼呢。这个睫毛翘啊，双眼呢还是带桃花啊，双这个卧蚕也是丰盈啊，所以也是一个典型的意境缘颇佳啊，桃花旺的体质。眉毛的形态不错，眉似柳叶，这个圆中啊，这个柔中带刚啊，这个还是有一些眉尾啊，带点棱角，所以说是柔中带刚啊，这个有女性的天生的柔美气质，但是呢，对于事业和职场当中呢，也不会弱啊，也比较要强，不服输。加上眉骨强的人呢，也是这个企图心比较强。所以这类人呢，一般呢是这个在事业和职场当中呢，能够有所这个突破啊，并且呢，在这个颇具领导力和这个在职场当中呢，决断力也不弱啊。只是有一些在姻缘感情当中有些个性稍显敏感，稍显强势啊。这个眉骨强、颧骨强的人呢。一般呢，这个容易导致夫妻宫稍显凹陷啊，所以姻缘当中呢，还是见坎坷和动荡，在这个感情当中呢，稍显强势，加上这个鼻梁稍起结啊，所以这个个性呢，有一些过于的自我和强势啊，容易在事业职场的，容易在这个感情当中呢，遭遇一些坎坷。不过事业职场当中呢，是能够自信有主见的，这个定力十足啊，能够独当一面。另外，从早年的运势来讲这个额头稍浅，发青额头，早年运势一般呢，祖荫难享，父母助力不多，也可能是代表呢，也会代表呢，这个出社会比较早，比较早熟啊。那么同时呢，这个耳垂朝口早年的运势呢虽然一般呢，但是呢，这个厚重的这个耳垂还是能够给早年带来不错的一个姻缘和贵人，包括这个事业宫非常的光有光泽并且呢。高凸所以这个初入职场的时候，青年时期初入职场的时候，还是见贵人帮扶眉顺眉，这个眉顺眉聚不散的人呢，姻缘和贵人呢，这个、贵人缘方面相对来讲要强一点这个是早年的运势。那么中庭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鼻头稍尖这个处事呢稍显精明这个防范心特别强安全感比较强，在感情当中呢，容易这个。有一些感情经历比较丰富这个导致后期面对感情的时候也会防范心较强那么鼻头稍尖的人呢，在事业和职场当中，在钱财方面呢，是能够守财之金，对，婚后呢适合管财管家那么人中呢，虽然浅，但是还是见沟比较长，但稍显歪斜人中稍歪的人呢。这个待遇跟子女缘分稍浅一些，甚至会出现这种难产的情况这个是需要多注意调整好身体。法令纹有些绕口古代讲是腾蛇入口再加上这个双唇稍歪斜容易犯口舌是非，并且呢，整个下庭来看呢，也是有一些偏歪斜整个这个酒窝还是比较明显的。有酒窝的人呢，异性桃花旺但是在姻缘感情当中呢，不见得是好事不见得是好事，甚至在这个姻缘桃花旺呢，一个是遇到正缘在这个青年时期那么这个遇到一些30岁之前遇到一些这个桃花旺或者是遇到正缘的机会比较多，但是如果是说进入到婚后这种再接着是这个有这种桃花旺的这个属性的话，就容易影响到婚姻的稳定这个是。嘴唇稍歪，易犯口舌。下庭整个下庭还是偏歪斜了一些晚年还是容易为子女操劳。不过呢，下巴呢还算是慢慢养成了下巴这个兜而有肉甚至有双下巴隐隐出现所以晚年呢，这个成浆之处能够承载一生积累下的财运，晚年财库丰隆，晚年无忧
好了，内容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如果是有困惑，可以看视频转发咨询。我们下期再见。